分钟，然后今天录了五分钟还没开场，后来我要先开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嘉盛，现在是淡江大学蛇丸戏牌宵夜局。由于我还没混熟这边的那个场地，所以放学排球暂时还没做，可能下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先录一个宵夜局，来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气氛。好，总之呢，学长姐人都很好，应该吧？大家好。戏牌的宵夜局哦，宵夜局对，嗯，没错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女生抬头不小，球场罗大姐，球场罗大姐，三强最快，对不对？最强的，公道。最强的时候你跟高中甲组，高中甲组，金美女中拔河队，有要争男友吗？有要争一下男友，很多人追吗？没有，着急，学姐很多人追。外校的也有，几乎都外校的，有很多人哈。没有，因为很强。底下留言，来，我等下找给你。等下，我有了。嗯，那么色，我先要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想认识学姐，跟我讲。我也不认识。下一个，我称呼怎么称呼？台南长哥。糖宝宝，那是半糖还是全糖？全糖，全两倍糖，然后这个，哪里啊？自己介绍一下，国中甲组，高中乙组，冠军，没有，是啊，哪有自我介绍的？你倪西米跟你倪西米打过球，那你干脆顺便帮我整理好了，在这里，该整理了。好，回来了，继续。目前大家就是这样的形态在维持一个戏牌的家庭。那你觉得我们戏牌实力如何？我觉得可以问他。我们等级大概在哪里？大概中游。中游95还92？我98。98？你是加98的？在 BMW 啊。哦，你开 BMW？ 我操！这是苗栗国的苗栗。今年几岁？苗栗国国民，快23了。23，不是留级，谢谢。这是重考，是重考，不是留级。要问的可以问我，有经验好不好？有经验 ，OK。他队长啊，他很凶。今年贵庚？今年20。单身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单身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在旁边。斜开一个。我跟你讲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起提出要打场，绝对不会给你打场。介绍一下主持，软绵绵，有点像那种比外面做的还好吃一点，我觉得。可是这边是外面的。对啊，所以你也懂。嗯。甜而不腻。嗯。干湿分离。干湿。你要跟观众讲一下为什么会有宵夜局？就酱球要吃饭，通常练练球就6点，所以就没有吃晚餐，也就肚子饿的人练球。淡江水丸再创造一波高潮。可以。他说淡江水丸要自霸淡江。靠背，我说就是有人看到我们就会怕，会不敢报队。靠你了，靠你吧。没有，这样真靠我不打了。我是打自由啊！来，故事是这样的，那个女朋友反正是这位学长的女朋友，到底跟我屁事，根本就没有。去年暑假去绿岛，然后来他们就分手，后来就是被那个学长承接下来。绿了，看什么？绿了，头顶都在绿。这个是热饼的绿。大家上来订阅。现在才定，认识多久了？是有看过影片的啦，只是开头开的不好就不看了。不要再看 Seven 电影了。我没有在看。男人的本性。那算，好正。有仔细的才懂啊。现在吃完宵夜，然后要回家，准备明天的课程。学长人都很好。明天满堂，愿金啊。反正一切安好，还没有摸透这边的那个习性，所以可能排球还没办法排，我怕我太尴尬，想要再混熟一点再开始拍摄。对，考校队会去，应该会去考校队，加油！